前黄仁勋旋风访台，他直指台湾的供电恐怕就是发展 AI 的一大挑战。他说 AI 必须要设在电力充沛的地方，台湾的电力限度那是个挑战啊！其实话已经讲得很客气了。好了，那当时我们的经济部长郭智辉怎么说呢？他7月31号的回应是说，台湾不缺电，目前的电力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哦。结果言犹在耳啊！我们的台电董座曾文生怎么讲了一个大实话呢？好啦，这个上个礼拜呢，在这个气象变迁的委员会上，他就直接表态告诉大家说，台湾未来电力的考验是在电网啊，所以台电呢要送电到桃园已经面临到了瓶颈，所以数据中心申请用电量啊，一定呢都是必须要在500万瓦以上的。如果你敢设在桃园以北的话，台电一律不可准供电，不给你电用啦。建议你们要到桃园以南去支持电源开发的县市才有电可以用。哎，话可以讲得这么明白呀、啊？那 AI 的商机来威胁地方吗？好了，经济部也说啊，要用电就要发电，请 AI 大厂要支持电厂啊！好啦，就网友们也是啊，很为桃园抱屈啊。桃园真的很衰啊，扛个最顶的火力电厂，结果还要被人家嘴啊！好，也有网友说呢，不是不缺电吗？盖什么电厂啊？停什么电厂呢？对啊，这不是讲话前后矛盾吗？好啦，再来呢，这个叫做9月召开的这个电价审议委员会，才刚刚呢，不是这个哎。 4月才涨过电价，就10月又要涨电价了吗？好啦，那么我们的部长怎么说呢？他说电价不能太便宜，建议民生动涨，营业用电应该要涨一些，让产业保有竞争力啊。意思是说我涨你电价是为了让你有竞争力哦。好啦，但是台电董座曾文生这回又讲得更清楚、更明白了。他说啊，哎呀，台电受惠于呢，哎，下月电价调涨，7月确实是有税前的盈余的，可是啊，他说你要10月不涨价，那很简单。 中央如果补助我们1000亿元，可以及时到位的话，就能够达到损益两平。那么由于立法院没有同意补贴案哦，所以哦，我们台电还是要继续争取哦，10月还是要调涨电价哦。网友真的很火大，才刚刚涨过啊，现在又要再涨才能够不推钱吗？好，又有网友说，台湾不缺电呐，只是政府呢每一年都必须要拨补上千亿元才有办法让你有电用啊。好啦。 我们可以看到，讲白了，现在呢，就是说呢，哎，你要绿营的县市、执政的县市才可以有 AI 产业嘛。因为呢，如果说你是在桃园以北的话呢，哎，我们就不让你用电啦。问题是，民进党不是说电够用吗？为什么？凭什么道理说没有办法送电到桃园以北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再来台电说你要盖高科技厂，是不是？那很简单，你要支持台电盖电厂啊。 大家都不反对盖电厂嘛？问题是我们反对的是会危害健康、会破坏环境的火力发电、天然气的储存槽，还有光电厂啊！啊，以核养绿公投不是通过了吗？为什么老百姓没有权利决定让自己怎么样来用电、怎么样来生活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活得更健康呢？傅委员怎么看？其实台湾这个电啊，台湾电到底够不够啊？这个问题啊，讨论了很多年。 我们不要讲说我们什么在野党的委员啊，这个出来讲说哦，不台湾不台湾缺电，我们就看每年呢、啊，这个美侨商会、欧洲商会啊，他已经提了好多年了，都提出台湾缺电。最近啊，我们也知道黄仁勋啊，这个现在全球知名嘛哈，现在黄仁勋在台湾待了那将近10天的时间呢、啊，哇，让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台湾是啊，这个晶片啊，主要生产地。台湾有钱，但黄仁勋也讲了一个实话：台湾可能会缺电。但马上就有人跟他说：“哎，你不能这样说哈、哦，这个台湾到底缺不缺电？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心知肚明。否则像我们不能讲说像童子贤呢、啊、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哈、哦，我相信他的政党倾向大家也都很清楚。他讲的话总不会去偏啊在野党吧哈、哦。” 他也提到说，为什么要用核电？骨子里其实很清楚，就是台湾就是缺电嘛，对不对？我的产业，我的尤其是我制造业，如果说你没有电，你还要谈什么东西呢？所以台湾到底缺不缺电，大家心知肚明。第二个就是台湾的电费啊，电费，因为我相对的是便宜的，所以我的制造业，我的在海外的竞争力就比较强。 现在我们有官员现在哦，台湾要增加这个竞争力了，所以电费要涨一下。
这个逻辑啊，这个逻辑，大家要节约用电是对的，但是不能说哎，我要是有提升我的国际竞争力，所以我电价要涨，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哈？之所以就是以价质量，就是这摆明的就是台湾的电不够嘛哈，台湾的电不够，台湾又要生产那么多的晶片。尤其现在黄仁勋提来，日后啊 ，AI 的芯片大部分是制造基地啊，生产基地都在台湾 ，AI 的芯片，它的用电量又会比较高，所以平常讲，不管我是觉得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，这是一个经济问题，不要拿着政党的什么什么神主牌，硬是说哦，台湾够电。曾文生是台电的董事长，原来是经济部的次长哈。他都讲说，日后大数据啊，这个数据这个资料中心啊，都如果说你要建啊，不能在桃园以北，换句话说北部缺电嘛。可是很多大的公司都在台北市，我的很多像 Google 啊，像他们 Intel 他们要设可以设在彰化，可是有的公司他的总公司就是在台北。他当然势必他要在他自己的公司，在北部，当然他的被异地备援啊。举例，我可能摆在澎湖，摆在南部，但是你这样子会影响到台湾的产业发展嘛？对不对？我是觉得政府存在的价值是替人民解决问题，替企业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说我要限制你企业，你只能在哪里，你不可以到哪里，这样子的政府。老百姓心里真的心有戚戚焉呢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